要带您关心的，基隆市政府规划在七堵打造航运企业总部聚落，有了新进度。市长谢国梁日前到深圳参加了海峡两岸港口城市论坛，跟多名的企业家到万海航运在深圳的子公司进行企业考察。谢国梁表示，万海航运还有一航公司已经率先表达投资七堵航运总部的意愿。这个是电子海图，就我们船上经常会用到的。基隆市市长谢国梁神情专注，在船长的指引下模拟操船，就把它压一下，弯一下，又顺回来。对对对。一个指令，一个动作，谢国梁化身船长，模拟开船进基隆港，而操作的地点就在万海航运的深圳子公司。基隆现在在航运相关的一个产学的布局，因为未来希望在七堵打造一个航运企业的总部专区。基隆市市长谢国梁赴深圳参加海峡两岸港口城市论坛，并在论坛结束后跟多名企业家进行企业参访。谈起未来愿景，他脸上充满骄傲，希望借由考察效仿经验，并借由产学合作计划推动七堵智慧物流供应链。而这样的概念也获得万海航运跟一航公司的认同，并表态将投资七堵航运总部。谢谢啊，这个基隆市来参访我们。这么关心哈，也想知道我们在深圳这边的运营情况，还有需要协助的地方。民间政府合作，盼望能够引领基隆航运产业的未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